觉得这一边的话你会比较方便啊，你不用去烦恼这些所有的management 的东西，比如说像场地啊、水电这些。比如说像那些五个人以下的小公司哦，或者是说你没有创业经验的人，你可以 try 一下。你不用去想那些场地啊，然后有一些法律东西，你可以问这边的啊，consultant 啊。明白。嗯。OK， 谢谢你。